Radio 中广音乐网，欢迎收听 Star DJ 节目，我是今天的 DJ 关诗敏。Hello， 大家好，今天呢带着我的新专辑 Masterpiece 来跟大家见面了。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专辑里面的新歌，然后也会分享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音乐。第一首，接下来这首呢是我跟 Karen CC 一起合作的专辑里面唯一一首 featuring 的歌曲，叫做《别弄花我的妆》。别弄花我的妆，我专辑 Masterpiece 这一次的第一波主打。这首歌想讲的是，我跟 Karen 一起讨论完想表达的，就是让女生们，不管是女孩们还是男孩们，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眼光或者是标准而去把自己改变成自己不喜欢的或是 不是自己自在的样子。只要你是舒服的、自信的，不要让别人的话来让你流泪，让你哭花你的妆，让你失了你的体面。接下来这首歌是曾沛慈的《没什么不能爱》。没什么。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 ，I radio 中广音乐网，欢迎收听 Star DJ 节目，我是今天的 DJ 关诗敏。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专辑里面唯一一首慢歌，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叫做《还原》。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当一段感情或者是一些事情走到差不多结尾的时候，要有还原到最初、还原到起点的勇气，不要害怕往前走。《还原》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还原，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今天呢，刚刚有放到佩慈的歌，接下来这位呢也是雅神的师姐。对，因为我这次是加盟了雅神音乐，这张专辑是这次跟雅神音乐合作的第一张专辑，所以今天准备的这些歌曲呢是雅神娘子军团。接下来这个是于佩珍珍珍的《婚礼》。iRadio 中广音乐网，我是今天的 Star DJ 关诗敏。下面呢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是我专辑的同名歌曲 Masterpiece。 大家每一个人，就只要你是在发光发热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 masterpiece， 不一定要有多完美无瑕，因为有时候有充满情感、充满故事才是最有生命力的作品。所以不要害怕去经历一些会让你成长的事情。 So be you are a masterpiece and believe you are a masterpiece。 总是没结果，可能有 masterpiece。Be fearless and free, cause you are a masterpiece. 我自己，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在公路上面，在加州公路，充满阳光，然后旁边可能是沙漠，可能是反正很空旷的一条路上面，然后自己驰骋在路上，很自由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乃文的《离心力》。再靠近。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 ，I radio 中广音乐网，欢迎收听 Star DJ 节目，我是今天的 DJ 关诗敏，带着我的专辑 Masterpiece。这次这张专辑找来了很多很厉害的音乐人前辈朋友一起合作。这次的制作人找来了陈星和 Star Chen， 然后还有葛大，还有刚刚听到的跟 Karen CC 的合作。接下来这首呢，也是邀来了一位音乐人来帮我写词。它是迟修，是一首我觉得歌词非常的年轻直接，所以这次找来他合作这首歌，觉得我跟我们几个人这个组合非常的有趣，我陈星汉跟迟修。这首歌叫做《其实你是小偷》，非常复古的歌曲。
其实你是小偷，谢谢池秀的词，也恭喜他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接下来呢是金曲歌后，也是师姐拉拉的歌曲，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有围绕环保议题的，记得带走。iRadio 中广音乐网，欢迎收听 Star DJ 节目，我是今天的 DJ 关诗敏。节目很快就来到了尾声，很可惜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我专辑里面更多的歌曲，但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里面还有一些跟澎湃的歌，跟 R&B 的歌，还有一些别的复古的歌曲，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数位实体都已经发行了 Masterpiece 这张专辑。那接下来有什么活动或是新的资讯，我也会在我的社群平台，我的 Instagram， 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跟大家分享，所以可以搜寻关诗敏就找得到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一首很欢快很夏天很无忧无虑的爱的嫌疑人，我们下次见，拜拜。